长老会希望从蒙旗室内推派一人，将复活石以及诅咒石送回长老会。护送的任务就交给我好了。注意，月之星面临危机，放下你手上的东西。不会说，长文昨天晚上被抓走，不行，跑去找他。同日还在校园范围之内啊。既然如此，也只能这样了。立刻将蒙学封锁起来。蒙学防护网启动。本周六晚间8点，蒙学园6复活之战就在25频道。